椒麻凤爪，这个很久才有一次活动，现在是一号到五号多送一袋。把它打开，再来一袋这个你们收到吃不了，要冷冻保存啊，然后吃之前从冰箱里拿出来，然后化一会儿就可以吃了。凤爪，肉质特别嫩，是椒麻口味的。里边有麻椒，看那麻椒粒儿，来个关节，现在是多送一袋啊，我之前是发五袋，现在发六号，现在发六袋，然后咱们活动是到五号截止。嗯。